那么四正位，其实也我说了，就是神学十字正啊，这个神学十字正它是一个十字啊，就是东南西北啊，雷湖白水啊，这个离位啊，这个凯位，东摩西金啊，这个水木的啊正位，这个西水金对水，雷湖白水东摩西金这个四正位。啊，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四正位？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四余位？我们一般来说，你调理全身的，啊，特别是这个病人比较虚的啊，阳虚的那些病人，啊，除了用升阳三正以外，我们用四正位去调理。啊，今天就做了一个他比较虚的那个正向表列的病人，我们做四正位。四正位呢，它调理全身的，啊，如果我们加个中途，那就效果更好啊，调理全身。这个四余位呢，我们就是调理胃肠的疾病。这个我们这个这里怎么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入书呢，后天八卦呢，它是以根据入书啊这个图来组成的。入书呢，啊，这个入书这个四正位呢，它为什么入书呢？你可以看好了，啊，它的四正位都是奇数，奇数啊，就是一二三，啊，就是七九，它都是奇数，啊，就是也属单数，啊，单数为阳嘛，啊，单数为阳，四正位你看看。都是单数，它有这个单数啊，就是奇数啊，再定了那个四个正位，啊，因为四余位都是偶数，啊，二四六八，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偶数啊，首置于奇数，啊，也就是这个一句话就是。这么简单的数，阳同于阴，啊，说来说去，这个社会还是雷德来统治啊，雷德说的算啊，不能说现在是只有一个女的，我们三个雷德，如果是你是四个女的，只有一个雷德，也是雷德来统治，啊，所以世界上女王很少，毕竟是雷德造皇帝的，啊，阳同于阴。你看他，上书啊，偶数它是阴的水，它，落在做四个鱼角上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调理整个，全身的时候，就是力量要大一些的，啊，就是用四正位。一些条胃肠系统的疾病，我们用四余胃，啊，一四肢的疾病，我们用四余胃。那你看这个是坤胃，啊，它是脾。这个根位它是，胃，那调理胃肠这两个呢已经暂定了，啊，正与胃前是主大肠，啊，前这个巽，啊，是主胆的，啊，主胆的，你看这胆也是属于消化系统的，对吧？也是消化系统，啊，所以就是脾胃啊。在肠，在四余胃，调理消化系统的疾病，一般就是用四余胃，啊，调理全身的我们用四肢，啊，这么就可以这么去理解，啊，那还有就是按照主方呢，按照先天八卦的，就是四句话。四句先天八卦的四句话就是天地鼎位